接下来的法政先锋四，死者叫卢巧莹，26岁，是案发当地的住客，我已经通知了同僚，联络她男朋友。阿英当时根本还没死，但是那个医生完全不管我说什么，一口咬定说的司令法，我要讨回公道。你想用自己做诱饵，然后引蛇出洞？这么做太冒险。现在对表，文白，我是黑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。如果梁立汉现在逃走，高进和鼎少未必来得及，绝对不能让他跑了。交给我，不要再往前走了，我已经不能退了。无人机改变方向，已经进入广场了，直线冲向合法路。法政先锋四，每逢周一至五晚上10点，优频道。你也可以上 Mi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法政先锋四视频。